到了到了，这今天来的这个山上的这个路太烂了，跟那天去蜂蜜那个路差不多。今天这个路太烂了，没走，没好久没走过那么刺激的路吧。你们今天拉个拖挂应该是不走这种路的，从来不走。前面就要想起他说，要是这喊腰子，他们速度还举啊。前面我感觉脑子都甩飞了，这条路不行，太烂了，太伤车了。我们现在来这边看这个百香果。嗯，甜。甜的。嗯。甜的吗？嗯，甜的。真甜。嗯。各种百香果，大的小的。它那头后，最里晒的可日常了。看这边漫山遍野的都是百香果，我们今天就来这边看百香果来了。我发现每一次看货就让我想起我的大猛禽，这路啊真的是绝绝子啊，就跟这一样。连老杨睡觉的都不碎了，这路其实它是青色的，但我们百香果它是紫色的，这里好像没有熟的，他们熟的都摘了，都已经摘了是吧？对，他摘了一茬又一茬那种。一年四季吧，这老板种了摇钱树一样。哎，你看他这个真好看。走吧，再到那边。刮底盘了没？没。好像就破了一下。点点。那时候你的比我的高。啊，差不多。看整个车走完这个路以后成这样子。主要是两边的树啊，刮车的，你车轻要软一点啊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树刮的那个。嗯，都是树刮的。我那个白的还看不太出来，黑的很。小骨都没有。兄弟，张师傅真看到没有？老板这里，张师傅再去搞一下。这里的菜也通过了。那个，就一样的吧。找个熟的。这个，是熟了吧？这个更甜，你听我的。其实说实话，这样就是那种越熟越甜，是吧？对，越熟越甜。这些都红的嘛，我挑几颗红的。紫色的。挑几颗深一点。紫红色的呗。对，你自己挑嘛，你自己挑。那这不都是有吗？都是紫的。这个可能没有。这个已经很紫了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绝对甜。啊，这种是很甜，绝对甜。它是有点时间，有点久一点的。然后有点甜。我去，看这颜色。哦，对啊，一泼这颜色，这个就更甜了，这更甜是吧？对，一我去，这个你能搞得出来吗？我搞不出来。然后您知道他们就是说啊，有些那个果贩，哎，出来，他想让他快点卖，想快点甜，他一般会怎么操作吗？嗯，就是拿被子给他捂起来，然后就是过个两天就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你能行吗？不行，我来帮你。行。哦，你看。它就是里面的果肉很多，很饱满，就是很有水。炫个小的，那我们炫个甜的。这种酸酸甜的吃的还不错。对，你放的蜂蜜，哇塞，放啥？比我刚才那个甜多了。蜂蜜啊，对，纯甜了。刚才已经很纯甜嘛，是不是？就是酸的更少了，它就更甜了就。刚才那个是酸甜，比方各一半，它是三七分了。这个是说拿个勺子挖着吃。这个九分甜了，感觉。你不能说九分甜了。七分甜三分酸，哦，那种感觉。你九分甜一分酸，那不就是没有酸的吗？那就跟那个啥了，跟蜂蜜，那跟热心果，对吧？跟热心果一样，跟热心果一样的。嗯，立马给他吃完了，真的好吃。刚刚在下来了，啊，对，你喜欢吃？哇，这里也是先摘了一筐。嗯，这个给你还有一点。好。你喜欢吃这种的？嗯，这个皮好难，好难搞。我们以前是切的。对。他最喜欢这种酸酸甜甜。我们一般比方在城市里买的那个百香果，你没办法直接这么吃的，你得降蜂蜜。对，这个直接吃太酸的，一般的。对，这个是能直接吃的，我觉得这是特别爽。老杨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好吃。我知道这个。我觉得这一筐里面哦，好多颜色很深的。对，颜色深。它一放就颜色都深了。你这种说，这刚摘下来就不深。翻走的，翻遍口的话，到手那边就是这个颜色，懂不懂？嗯，懂啊。因为你如果真的像这个颜色，如果翻的话，刀架里面烤就是拿到手就吃了。哦，懂吗？发就得轻的发，发轻一点的，然后客户拿到手就熟了。发的话这种。倒了
了以后就好了。这是发快递的一个小窍门。嗯，对，你不能就得像发这种果子，对吧？你像芒果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发青的？嗯，敢剩的发，你说对发走路不长烂了吗？车上没有袋子，你看，你看后备箱。我没有，给你分一点不就好了？装上。洗个走，看这个百香果弄完我去，我的手红色的。山泉水洗手，哎，水呢？水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这儿有，这儿有。没水了。哪有啊？每次看货都不容易，这大深山里面藏在这儿种这个路啊，我觉得果子往外拉都不好拉。整个这一片，那边的一片，房子的周边几百亩都是的，就是这个地方往外弄不太好弄。哎，哎，你开就有啊，我开的没水。有啊，你开才没开、啊。得长得好看一点才行，美女才能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错方向了？你错方向了。我拧直了呀。错，拧直了也没有。嗯。然后你对啊，他拧的就是一个方向，我刚才往这边拧的。哇、哦，这水好大！哎，又没。它只能拧一半。看、哎，又没了。它是一阵一阵的。嗯，好吧。到山上看看。走，我们上山。哎，看，这些都是新摘的了，刚刚摘回来的。哦，这一车刚拉下来的。它还有一点绿的，有些。对，绿的就适合发长途一点的。对，这边发过去的就红了。嗯。你看，这种就是红的。上回我拿那两个样品泡那个百香果、嗯、太绿了，其实不香也不甜，拿这种泡绝对好喝。对，要皱皮的，这种越皱越甜，这种本来就甜，再加上蜂蜜、嗯、上回是咱们直接在地上捡了两个不太熟的、嗯、都没味儿。喝的我这放了两勺蜂蜜。嗯，你看这个其实真的看起来跟个西葫芦好像啊，这种没长好的、哦、嗯，跟西葫芦一样。走了走了，回去了。这片地就是看一下，我们是在几片这个百香果地里面选一家最好的。其实这个完全可以没必要来，但是呢，我们想每个地方都选一下，选到最好的果子，所以每个地方都要看一下。但是这个路啊，是真的上车。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路，刚才我一溜子在开车了，然后还没给你们拍，又给你们拍一下。全程都是这种路，全是大坑。我去，打到脸上了。这家都算好的了，在这路上。你这个楼梯是最好的了。那肯定在前面都不敢跑。下山了，下山了。一来一回70公里，3个小时。五亮山毛驴儿，毛驴儿山羊汤锅店，今天在这儿吃个午饭。我去，这是个鸵鸟蛋是吧？吃鸡肉还是吃毛驴儿？吃鸡肉还是吃啥菜？都行，随便。我们随便，随便。这啥果子啊？嗯？这啥果子？不知道，各种水果。这个泡的是苦果啊。这是苦果吗？这不 是, 是不是昨天那个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给你捞一个。算了，开饭开饭。今天中午看这个肉，你们能看出来是什么吗？神姜鱼肉。
肉哦，哎，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，看着有点像驴肉啊。我找一条肉。嗯，我这是个驴筋。开饭，开饭。